待て。彼女は天皇のために忠誠を尽くしてるんです。ケースは完全に破壊されました。仕事を続け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りました。あのジャンチンというやつはどこにいるんだ。上昇しようとしてる。助ける必要などない。すぐ殺すんだ。殺しちまうんだ。うん、これは A 計画ができた後の最初の標本だ。お前はそれを失いたいのか。几天观察下来，病人有轻度的中毒症状，剧烈的咳嗽，并有粘稠浓痰。由于气管坏死，整个黏膜的脱落，造成机械的阻碍呼吸，合并感染引起支气管肺炎，体温升高，尚处于昏迷状态。我知道了。必ず全力で警護するんだ。将軍、我々は実験室を全力で直しております。必ず1週間以内に正常な活動に戻すことを保証します。もう間に合わない。ソ連本軍はすでに我々の帝国に立ち向かってきている。あと数日しかない。数日間で我々は新型の武器でソ連の攻撃を阻止するんだ。数日間でだ。将軍、将軍。先生、おい急ぐんだ。先生、急ぐんだ。早く消去しろ。どうかするんだ。早く急ぐ。どうかしろ。急げ。消火するんだ。我々大日本帝国に優秀な人材を残せ。もしもまだ行かなければ間に合わ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んだ。将軍、設備はどうするのです。兵士はどうしますか。全てが消えてしまった。撤退した39の後にここにいたはずの中国人や全ての痕跡が隠滅された。まるで全く何も起こらなかったかのようにだ。将軍、我々はここで10年苦しんできました。我々の職業生命はここで終わりです。我々の聖戦はまだ終わってはいないんだ。まだ我々はいる。まだ我々大日本は必ず再起できるんだ。分かったか。全ての爆薬を私に使用させろ。ここを全て灰にしてしまうんだ。这帮小鬼子，快！谭教授，快！吴先生，舒小姐要你救你宁儿出去。快，走走。快，
你们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那你呢？记住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快走啊！走。向日本本土投放了原子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陛下，鈴木は陛下とのお約束を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を民退有するこの国では陛下のご命による文化併合政策は未来永劫不可能かと推察いたします。鈴木今治、ここに謹んで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陛下にお別れをいたします。真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啊！看这帮狼狈相。请先生再考虑一下吧，还是跟我一起回日本，留在中国太危险。既然走到这一步，虽说只有死路一条，但尸骨还是要埋在故乡的土地上。走吧，我送你上车。都走了，都走了，我去哪儿？我还有祖国，还有家，还有亲人吗？不，没了，所有一切都离我而去了。什么都没了。冰寒，惠子，冰寒，你没走？刚才不是最后一批人吗？冰寒，我想好了。惠子虽然没有直接加入战争，但他们的罪孽太深了。惠子没有脸面去见自己的亲人。死就和夫君一起死吧。没想到我们倒成了真正的患难夫妻。
1945年末，国立京华大学接教育部指令回迁北平。报告书，特派员，平津地区的各委校的负责人都已经传话到位，请特派员指示。好，我知道了。哼，这些苟且偷生的汉奸分子，你们大家都给我听着，委校的财产不得转移，委校的公职人员不得擅自离守，必须闭门思过，等候政府的处置。是。舒特派员，还有一条内容是否向他们宣布？什么内容？京华大学的吴明泰校长提出，对其隐藏的曾与日方暗中勾结的不管是什么人，一经查出更应严厉处置，委员长批准此意甚好，执行一并宣布。是。伯父有音信吗？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两个女儿全死在他们吴家人手里了。我要找到我女儿的尸首，我要让吴家人给我陪葬。不报杀你之恨，黄森誓不为人。姓吴的汉奸校长给我崩了！是，一班。是，二班。是，是。什么情况？报告长官，这儿只有一个人。你什么人？哎，怎么在这儿睡觉呢？你们校长呢？我就是。就你这样的还校长？兄弟们，给我搜！是。让你们给我提的人头呢？整个学校都搜遍了，都没找到那个姓吴的校长。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到他的人头。给我搜！是，走。帮着搬一下行李。好嘞，好嘞。惠子，
是我害了你，其实你完全没必要为了我这样做。明安，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做夫妻也挺好。 这个媳妇儿，大哥，惠子，她其实是个好人。这么多年，要不是有她，我就熬不到今天。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等你们回来见上一面。见面不如不见。我们家的人让你给丢尽了。大哥，明安。 他委曲求全，就是为了保全吴家。呸！我宁愿倒在你们日本人的刀下，我也绝不能容忍玷污吴家的名声。爸，大哥，明安知道，都是我的错，是我毁了吴家，是我毁了大哥的名誉。可这么多年。 你倒好，不光自己风光无限的活着，你还娶了个日本女人。张琴，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说。我就要说，他们让我去，我不去。可是你又跟我说，如果我不去，他们会杀死我的学生和雀了。在那里面。
太煎熬的日子了，我一次次的想死，可是他们……张教授，你已经五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呀！你的饭的不吃，药的不吃，想死的不是，你死，你那个在北平的吴小长也必须得死。他们逼我去做化学实验，我宁死不从。去还是不去？一个完整的数据。我没做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可是你呢？张琴，张琴，不，不是你想的那样。呸！张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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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张琴，你别这样。你在日军基地的表现，大家都很清楚。你立了大功，你是个功臣，大家都非常佩服你。张琴，你跟他不一样。虽然都是身陷魔掌，但是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你听我说，你要振作起来。你是学校的专家，金华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明白我说的话了吗？你怎么会事先知道那么清楚？你就要在那天轰炸学校，我早晚有一天会查得水落石出的。到时候我绝不手软。我对你没有别的指望，我只希望你对得起自己是个中国人。你是李凡君吗？山美惠子，真是你吗？李凡君，我就是为了找你才来中国的。现在小日本子已经完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我刚刚想到死，但是见到你，我改主意了。改主意了？你改什么主意啊？李凡君，我们相爱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情报，你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情报？什么情报？你个日本娘们，证明什么清白呀？李凡君，我是想要证明我丈夫吴明安的清白。如果我是间谍，那他就再也都洗不清了。李凡君，我求你了，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李凡君，我求求你了，李凡君，李凡君，李凡君，说了半天，你让我证明吴明安清白，你怎么不说说证明我清白呢？我告诉你，我舒家跟吴家是世世代代的冤仇。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之间有个孩子，我孩子呢？他是不是在日本？他还活着？李凡君，孩子，
孩子死了，他们让我给他们做卧底，还要拖你下水，我不同意，他们就把孩子杀。不杀！在那儿干什么？我到现在才明白，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远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活着。你干的那些事儿还有脸说吗？哥，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吧？哥，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做了什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哥，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京华校园，还有那些实验室，你就明白，你兄弟这么多年干的并不都是坏事。哥，去，快到学校报到，接受审查。在北平所有的学校中，京华大学是保存的最完好的，尤其是实验室。不过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日本文化的痕迹太浓重了。另外，图书室也不错，不过刚被炸毁。但是其他的硬件保存的还是很完好。吴校长，不好了！行。又来了，有话好好说。有人要闹事啊！谁闹事？卫校的那些教授，他们集中一块儿，要向您讨个公道。这帮人竟敢闹事，简直无法无天。走去看。来，我们留在北平教书，只是为了活命，怎么就成了伪职人员了？对呀，怎么回事？太不像话了！像吴明安这样人都没事，咱们这帮穷教授怎么就该倒霉啊？对呀，吴明安他之所以没事啊，就是因为他朝底有人。就是，没错，就这么回事。哎，没法说。怎么不说话了？说呀。你们不是要找我讨个公道吗？吴先生，当初我们是没跟你一道离开北平，但是苏校长说了，留在北平也是看看。我就不明白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被清除？你再说一遍，舒立凡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就是这么说的呀，就这么说的。当时舒立凡就这么跟我们讲的呀。要知道这样啊，我们早就一起走了。我们都是命苦啊。对，是。命苦？你们还有脸说？当时，中央决定大学南迁，你们作为京华的学人，理应执行。不执行南迁的，也不能在伪校任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是你们是怎么做的？为人师表啊，怎么可以苟且偷生，不要廉耻？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行为是文化汉奸？那吴明安呢？对，他可是实实在在的汉奸。
你们为什么不处理呢？对呀、啊，为什么不处理啊？吴明安怎么先给个说法？你们说的对，吴明安确实是文化汉奸。怎么着？他逃脱不了人民对他的惩罚。你们想与他为伍吗？你们想和他一起站在审判台上吗？可以，想这么做的人站出来，站出来！清华大学不认可我们学籍，为什么？为什么？日伪统治时期，伪校给学生受的都是奴化教育，对于你们的学籍，原校概不承认。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同学们，反正完蛋了，怎么跟他拼的？当着校长的面，竟敢对本处长动手，把他们抓起来！处长，他们这些孩子，同学们，清华大学是传播文明的地方，我们是高等学府，怎么可以这样聚众闹事？有话你们可以好好说吗？校长。就这么把咱们的学籍给废了，咱们想不通。对呀，我们想不通。我听你的口音，你是东北人？是呀，我们一家子好不容易逃到了北平，没想到北平也沦陷了。我爷爷说咱书念得好，不能荒废了，所以咱上了清华。谁知道咱上的是伪校呀？对呀，谁知道啊？同学们，对于伪校的学籍，不仅仅是清华不承认。全国的高校都不承认，但是教育部还有规定，经过甄别和考试，如果合格的，还可以保留学籍。所以啊，我希望你们都考试合格，争取保留学籍，好不好？好，好，校长，咱们一定争取学籍，做一个合格的清华学生。对，我们要做合格的清华学生。这就好，那我代表学校欢迎你们。来，都回去吧。啊，走走走，都回去吧。来，吴校长真是治学有方啊。李全，你什么时候来的？李全，怎么，当着师生的面就滔滔不绝？一见我就没话了。哎，你什么时候到的？刚下飞机，我是特意来看张晴的，听说她正在恢复期。是，她住在协和医院，我正想看看她呢，咱们一起去。嗯。你说什么？
你怎么了，明泰？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怀疑过我哥？说实话，非常怀疑，但是没有证据。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是我们的敌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检举他？ 还是为了我，包庇他。魏权，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真的不敢想象，是他从小到大把我含辛茹苦的养大的，长兄如。 究竟发现了什么？说呀！张静，张静在日军基地看见的那份假技术情报，是我哥从我那里偷走的。什么？我真的不敢想象怎么会是他哥。 来了，谁？金学工，你是怎么进来的？忘了，8年前我就说过。 我会与你如影随形的，虽然日本人垮了，但是阴魂不散。你给我别说话，想活命就别说话。平凡兄，不错呀，现在成了接收大员了啊，这么快就赶回北平来发洋财了。 金学工，你胆儿真大呀！这是北平，我说你还敢留在北平啊？关键是你们回来的太快了，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看在咱们都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份上，怎么样，帮我一把？谁为日本人做事了？谁给日本人做事了？暗杀黄幽兰。 暗杀吴校长，协助日本人阻止学子撤离北平。关键是，你的身上还背着一个命案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和你说，他在大街上走，别人把他杀了，哎哎，就凭这个。 就是我杀的，你以为你能够瞒天过海吗？你以为龟田、铃木、中川洋子、山美惠子都死了，就没人知道你的事情了？你放心，只要我还在北平，我会让你天天心惊肉跳。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给我钱。 把我送到香港去，否则的话，我要是被抓住了，你也就没命了。